今天吃一个说起家的叫妈大大会，这一袋是500克一斤装的，它里头一共是6种食材，吃到嘴里鲜嫩脆爽，特别的入味儿，无骨家长。它是完全不腥不咸哦，特别香。三角骨，真的特别新鲜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都是给大家现做现发啊，有没吃过的真的推荐你们一定要尝一尝，夏天给它冰镇一下，配点小啤酒来一个，真的特别解，特别的下酒，还特别的过瘾。看这大鸭掌的个头 QQ 弹弹的，三角骨还有这个针，鸡脚筋，真的特别香。吃完这个椒麻大杂烩啊，这个汤千万不要扔，放了一点面条，它就是很好吃的椒麻拌面。这夏天来一个真的老过瘾了。